主，你不要抢妈妈的东西，你过来。我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啊，大哥，中秋节快到了，中秋节大家不知道要干嘛？要烤肉，所以买了一个什么呢？烤盘，富丽生的烤盘。我们现在就要来拆箱看看，我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。好啦，现在把它打开。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实际产品是长什么样，因为毕竟是从网络买的。也很好奇，所以来开箱一下。中秋节要烤肉，那我们又不想要用木炭烤，在家里的桌子上直接用烤盘烤的话呢，是最快的。哎呀，剪刀危险！小波，等一下，小波一直想跟我抢哎。富丽生的烤盘，我们先看看它外面有写什么呢？它有附三种可拆换的食用料理烤盘，哪三种呢？第一个。章鱼烧烤盘，第二个是平烤盘，还有一个是陶瓷生锅。哎，我觉得这非常实用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章鱼烧烤盘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章鱼烧，平烤盘呢，中秋节烤肉在家里烤肉，陶瓷生锅应该是可以煮火锅吧。一锅三用，中秋节不买它，要买什么呢？我先把它开箱。好，来。它的包装非常的精致，不错，而且性价比高耶！呀呀，它的雷公来过，哇，棒啊！的，哇，你送的是错耶，来自一个个，真的搞它，嘿，哦，辛苦你，你做那个，哇，它是这样子耶，一拉出来了，啊，哎呀，这个是勺子，它不是啊，这个叉子很高，然后它这个器具手啊，看起来，没有卖耶，哦，这是明显，这个包装很精致，是说三张，哎，这个叉子好可爱哦，这个颜色是我喜欢，喜欢这个颜色，第一，它棒哦，好看，真的，好看大小是刚刚好，对，大小也不要负担空间，哇，属于那个是它其实做的很精致，所以我们收纳时候像这个，像这个我们之前做过一次。这个是一个平的烤盘，小平的话刚刚用五汤试试。哇，我就想要做章鱼烧，章鱼烧烤盘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要做章鱼烧了。然后这个烤盘的底部，哇，好可爱哦，这个烤盘简单，低温高温保温，所以应该可以火锅。然后它上面写说，使用东西时用后温起烤盘生锅，把火锅盖掀盖，高温底更是要烤，因为这个东西类似铁锅不敢踩，所以会打热，还要用厨师拿出高温。现在真正烤盘的这些怕东西要多，加少耶，可爱。看老公，老公你妈给你拿起来。我现在开的应该是陶锅吧，这还不一个小熊猪。猫呢上面有炉，勺子，这个就是它的陶瓷生锅，可以烤什么样？它和这个里面同样具有东西，里面是连里面是什么？看到吗？啊，哇，看到没？哇，看到，这陶瓷锅是白色的，白色就有绿，看看吧，看白色耶。好，那这个锅放在这里，就是你们家火锅拉什么东西？就是你们家白陶的爱。然后呢，我的话，你把它盖起来，你把它盖起来，宝宝放这里，这里盖起来，对对，盖起来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哦，好棒哦，你看，盖起来，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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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轻点啦！哇，好啦，我现在要来做做看章鱼小丸子给 Bobo 吃。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做一些小小的炒饭什么的，也可以用这个哎，它有这种快速炉的概念，还不错。好啦，开箱到这边，现在要实做，看他的脸，是在想要上厕所。来准备做章鱼小丸子的材料，材料它主要的那个酱呢，就是这个低筋面粉。之前做饼干有买低筋面粉，低筋面粉的话200克，好啦，差不多200克的低筋面粉，然后我们要加什么呢？然后我们要加鲜鱼粉少许，鲜鱼粉买回来到现在还没有分装，少许是吧？大概大概就好。鲜鱼粉少许，咦，我看了一下，我加了差不多，以上才5克而已，6克到8克之间的鲜鱼粉。粉加了过后呢，还有少许的，我选择用这个是有点和露香菇昆布口味的，因为日式的章鱼小丸子啊，这是和露，看一下，差不多10克，好，10克，然后少许的海盐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少许的海盐。好，刚刚的料都加进去过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要放2颗鸡蛋。哦，2颗
鸡蛋。鸡蛋的大小就是一般般中等大小就可以了，两个鸡蛋。鸡蛋好了呢，我们加水。我建议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先把它稍微搅匀，搅匀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水加进去的时候呢，建议是分批倒入一点，因为我们要让粉均匀嘛。一点，先加了一点过后呢，搅一下，加一点。现在还有稍微颗粒，我们再搅拌一下。那我现在先再搅一下。现在还有稍微颗粒。好，搅搅搅搅搅，这个就是做小丸子的那个，就是面糊。好，最后再把水加下去，搅一搅。我们把它搅散，搅散我们的面糊酱就好喽。好啦，好了，先让它烤盘有温，手放在上面有一点热，就是差不多已经升温了。先加到最热，我先看一下。哇，你有听到它加温的声音了。这个时候我先来备我的料，我们这次准备的是虾仁。然后萝卜丝跟香肠，还有泡菜。然后这个油是一定要的，因为它会沾锅泡菜。然后我这次准备是韩国的乳酸菌泡菜。噔噔，好咯，我现在手放上面，它的温度已经有点热热的。错误示范，我应该要先加一点油在小丸子上面。哇，有没有听到嘶的声音？那因为我这个面糊的比例是我因为第一次做还不熟悉，先加一半试试看，剩下一半我再看看其他比例。这个比例差不多是200克左右的面粉配600克的水。好，我们先做8颗试试看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没有高丽菜丝，就加这个是萝卜丝。哇，好酷哦，酷酷酷酷酷！第一次，我现在把萝卜丝加进去。好，然后加虾仁。虾仁，因为我没有章鱼，我跑了好几间都没有章鱼，所以决定加虾仁。虾仁，虾仁，好啦，现在看起来它有一点满，我们来等它，差不多，感觉外壳有点硬，我们就要来翻它了。哦，然后泡菜，泡菜虾仁丸子感觉蛮酷的。好啦，我都加了泡菜了，我感觉已经可以翻动了。突然觉得开店卖章鱼小丸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。你看它一颗丸子要等一下，因为我没有用很高温啦。哇，好酷哦，有哦，有 feel 哦。哇哦！事实证明没有加油它也不会粘，所以我们可以滴油的话就是不要加油。耶，看起来是蛮成功的耶。面糊，对，加那么全嘛，因为那个水超脏。所有的绿色一盒，再六颗水，差不多七颗水。好啦，我们第二批丸子可以翻面了，就是在它旁边有一点干的时候就可以翻面了。先把每一个丸子都翻面，好吃。
日记呀、啊！我好吃章鱼小丸子，有没有人要买？我好吃章鱼小丸子，一定好吃。哇，棒棒的！好啦，我们的章鱼小丸子出炉啦！然后我们淋上美奶滋，滋日式的美奶滋，有滋了有滋了。好啦，美奶滋淋上了。然后呢，准备两个东西，这个。Costco 就有卖了濑户风味的，里面有海苔、芝麻，你把它撒上，耶，好香哦！它就已经有海苔跟芝麻，不用再去买什么，里面一定会撒的东西就是这个啦，柴鱼片，好香哦！哒哒，我们的章鱼小丸子大功告成。自己做章鱼小丸子就是这么简单，哒哒哒！我们现在要来试试看看喽。好啦，自己先试试看看好吃，我再拿给老公吃。看，跟外面买的一模一样，我可以开店了。嗯，好吃。嗯，真的好吃。真的好好吃，成功，棒棒的，好吃。好吧，我要去喂我女儿吃东西了。今天的章鱼小丸子，自己动手做章鱼小丸子就到这边了，拜拜！快去买烤盘，烤盘，烤盘。这边你试试看看，好。宝宝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宝宝，妈咪弄东西给你吃好不好？宝宝，宝宝，我东西可以帮你。就这样。那就不要再放外面。为什么？要赶快关掉吗？